台词机器，那演员在演出的过程当中，当他支支吾吾不知道讲些什么的时候，他就会将他的手指向他专属的台词机器。那台词机器呢，就要吐出一句台词，让这个演员使用。原封不动使用来合作在故事当中，这就是台词机器。那我们就要来在征求两位志愿的观众哦，这边已经有一位了，然后我想邀请这个戴眼镜穿黑色衣服这位观众。好，哎，好啊，那我邀请你哦，谢谢，可以给我们一个掌声吗？ 好，那我们邀请你哦，谢谢，你叫什么称呼你？我叫JJ。好，那你呢？饼干。那我们来跟大家征求一个建议，我想请大家给我一个节日，这世界上有过的一个节日。清明节。清明节。万圣节。万圣节。中秋节。好，我接受中秋节。中秋节。OK。好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就会以中秋节作为灵感来开始进行台词机器。 迫不及待，拭目以待。阿德，其实我订好机票了。嘉玲，真的？就在这3027年，门铃的声音，3027年，有人来访。是谁来了？他们是不是不想看你，不想见我？我把门打开了。我还是走好了。没有人。我听到脚步声，你等我。嘉玲，小心啊！不想还是不对。我还是回地球吧。你怎么在地球了？你从月球回来，你已经在地球了。
去记忆了。你有小逃避，你，我觉得我们该请小叮当出场了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搭火箭，跟我们的儿子一起上。